那玩啥呢？又翻了，哎呦，那姑娘太暴力了，你倒是自己捡了呀，高兴。哎呀妈，姑娘不能那么暴力啊！哎呀，假如那里面是牢房，本来就是啊。高兴，过来。高兴，你过来，来，小姨问你个问题，来站好了。你见到你舅舅了，给他打成筛子了吗？打成马蜂窝了吗？我给他摁雪里打。是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是吗？是的。摁雪里打的。高兴，这是 AK。是吗？说，林平，你再唱一遍那个歌，左手拿 AK 那个。望追望追，我们的土匪，左手拿 AK， 右手掐着舅舅，左手拿着 AK， 右手拿着雷，早晨去着枪剑，晚上去偷贼，望追望追，打断你的狗腿，左手。哎呀妈呀！掐着猛猛，啊啊啊！你咋轻点儿的？反面啊！打起来了！反面战场！啊啊哎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停停，友谊第一，友谊第一。反面战场，打遍战场。啊！反面战场！我警告你，我警告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就是给脸不要脸。你说他俩真打起来，小高兴是五十个，还没停。哎呦！我告诉你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哎呦我去！我拉！哎呦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看到你俩就看见俺们小时候了，俺们小时候就这么做，在农村大炕上。能快来起来跳科目三呗，来姑娘。不会。你姑娘，你给他跳一个，姑娘。起来。这啥？是吗？这什么老六？跳吧。这扭蛋老六，这哥叫老六。那这歌好配，好配你啊！你就是个老六啊！跳啊！是听你的歌。想跳啊！跳啊！他跳，他跳。你跳，你先跳。哥。嗯。哎，你去哪儿呀？这是什么舞？星星舞。需不需要配乐？不需要。你像大马猴子。打完仗和谐了，哎呀妈呀！哎，这高兴带来的平板吧，不用玩了，我没收。再过十分钟还有一位回来了，那就热闹了。敌军吗？嗯，那敌军要到达战场。你姑娘？她一上来，我跟你说，再看看她，她仨在一起玩了，哎呀妈！咋妙啊？现在还清静一点，赶紧趁着清静养养神。俺家这个小大学生回来了，大小学生回来了。快藏起来，对，你俩藏起来，鞋藏起来，鞋藏起来，鞋藏起来。啊，谁？姑娘舅舅好。啊，害羞了。没有，你看他也害羞了。看咱变化大不大，梦瑶？大。长大个了是吧？不好意思了，姑娘。变化。好。
好像有点高了，没有，一样。是吗？一样。哎，没你高，这就是长高了。你看他长的。跟你一样高了都，比我高了，比他高了，比我高了。你是不是晒黑了，瞅你？高兴吗？高兴。那边孩子。高兴不在呀？天天在外头玩啊？骑车。我给你贴俩洞洞红，你干啥去了？高兴。天天骑车。在这屋呢，去他俩在这呢。萌萌高兴在屋呢。俺就在等你呀，妈等啊等啊。是吗？等翘翘。现在把鞋脱了，现在把鞋脱了。搞什么？那下去玩去吧，等老长时间了。他俩都快把炕拆了，叮当的。他们蹭了一身奶油，他们吃那个啥货大头上了。他们今天开联欢会，然后订的大蛋糕，全班同学一起表演节目啥的，玩可嗨了。俏俏表演啥了？啊，婚后康复吗？没放假。今天才放假。今天正式放假了，那上去玩去吧。帅哥又回来了，帅哥又来了。哎呀，帅哥学习好。长得帅，情商还高。我还问他呢，我说那个你不是说在试飞里说打你舅舅，打成马蜂窝，你打了吗？打了。哪儿的马蜂窝？往哪儿的？他打。哈哈哈哈哈。